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净行品》第十二。法性形象，无受记我们读过了，其中的大意也给大家简略的介绍过了。今天呢，我们看清凉大师的开示啊，也可以说是大师帮助我们导游华藏世界。我们先看书，书后三集半，执行真正的，这个真正呢是讲发心，发菩提心。这个什么叫真正发菩提心啊？这个是这个三首半记就说得很清楚了啊。毗舍因缘啊，那另外的时候给我们解释发心的因，发心的缘啊。是于中初记悲因下救啊。沿途供佛了，也为调身故。这个就是你看到啊，苦难的众生，中国古圣先贤常说啊，人都有爱心，都有啊恻隐之心啊。这个恻隐之心呢，跟佛法里面讲的菩提心呢非常接近啊。看到别人有灾难，自自然然自动的，没有任何条件的，我就救他一把啊！这叫恻隐之心，真心啊，菩提心是真心啊！啊，所以有这种心呢，你看到众生有苦难，你会不顾一切去帮助他啊，没有任何条件。那我们看看今天的世界，今天的社会，可以说自古以来啊，古今中外呀，没有见到这样的大灾难啊！啊，这个大灾难是什么呢？就是今天的社会混乱。这是灾难的啊！无论是贫富贵贱，活在这个世间呢，没有安全感，你说这种生活多苦啊！那么，这是我们不能够不知道的啊！我们生在这个时代。要不要去帮助大家？要啊，救苦救难啊！啊，一般人说：“哎呀，这是好事。”啊，我们是不是把它看作好事呢？不是的，我们把它看作是义务，应该要去做的。
啊，做好了本分，应该做的吗？你就不认为呀有功德了，啊，不认为有功德，功德是真实的。以为有功德，未必是真实功德。这个道理要懂。啊，至于再深一层的因缘，那就是你真正契入境界，宇宙跟自己是一体的，啊，一体的，不同的世界，我们讲世界是大世界，啊，诸佛的教化区，啊，三千大千世界。这样的世界在空中啊，无量无边呐！啊，每一个大世界就像我们身体啊，我们的身体啊，各个不同的器官组成这个器官的细胞。就好像呢，这个大千世界不同的法界啊，我讲十法界，不同的法界组成细胞的那个原子、电子、粒子，就好像是不同的众生一家人呐，啊，一家人出了问题了。要不要去帮助？啊，眼、耳、鼻、舌这四个不同的器官，四个不同的世界。啊，眼睛不舒服了，那手为什么去帮他的忙？你问这什么道理？没有道理。同一个身体。在佛法里面讲，同一个法身，同一个法性，所以诸佛菩萨了，对一切众生叫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呀。啊，缘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条件，没有条件。啊，为什么会升起慈悲心呢？啊，恻隐之心呢？也提。还有什么因？还有什么缘？还有什么因啊？没有啊，应该做的呀。这样子，你最后才能够还得了缘呢。啊，这个我们在讲习里常常。勉励同学们，佛陀的教诲终极的目标是什么？回归自信啊！那现在呢，有一些这个学者倡导的大自然也行，自信就是大自然，回归大自然啊，我们跟大自然是一体啊，所以自然界里面所有一切众生啊，有了灾难了，没有任何条件，全心全力去协助他啊，这个就是悲因下救啊，沿途供佛啊，也是庄严，图是国土。用现在这样的时候，社会呀，啊，怎么样去庄严他呢？为一切众生做好样子，就是庄严国土。
啊，我们这个地区教得好啊，所以这一点注意，诸位一定要晓得，诸佛菩萨的事业就是教学啊，让这个地区的人民个个都觉悟了，个个都明理了啊，个个人都能真正得到啊真诚清净平等慈悲。你说这个社会多祥和，这就叫庄严国土啊！那这今天社会动乱，动乱庄严就没有了啊！化解冲突，恢复安定和平，这是庄严国土啊！供，供是供养，我们今天讲服务啊，佛是什么人呢？佛是一切众生，一切众生本来成佛了啊，为什么他现在不是佛呢？众生现在有妄想，有分别，有执着，就变成六道众生啊，六道众生跟佛没有丝毫差别啊，那个妄想分别执着是假的，不是真的啊，除掉了那你就是佛啊。我们一般讲放下，只要你把这三样东西放下，你就是佛啊。这三样东西完全放下了，我们这个世界就是华藏世界，就是极乐世界啊，这叫沿途供佛啊。啊，什么人是菩萨？明白的人是菩萨，觉悟的人是菩萨啊，他会去干的 啊。众生在迷惑颠倒啊，不知道宇宙跟我们是一体啊，不晓得 啊。所以在里面起了妄想，起了分别，起了执着啊，处处啊给别人对立啊。我讲经常常用身体做比喻啊，这是最好的比喻，最贴近的比喻。我们身体眼耳鼻舌身里面五脏六腑，哪一个跟哪一个对立？没有对立的，都是和谐的啊，对立不就打架了？眼只管看，耳只管听，各有各的作用啊。如果眼睛不服耳朵，我看我也要听，耳朵说我听我也要看，那不就打架了啊？所以一对立一有冲突就不和了，那什么，那叫生病了，严重就要命啊。宇宙是和谐的，我们身体完全是和谐的啊，大自然是和谐的，大自然所有一切众生都是和谐的啊。你细心就观察，山河大地和谐的，树木花草和谐的，所有一切这些野生动物都是和谐的啊。什么不和谐呢？人不和谐，人迷了，畜生也迷，比人还好一点啊。人虽然有迷了，古圣先贤呢有教育啊，帮助你从迷的当中醒悟过来啊，觉悟啊。啊，那么这个就是沿途供佛了，意味调身啊，调是调和，调顺呐、啊，身是一切众生，灭苦是悲呀，利药是慈啊，这叫什么叫慈悲？
悲是帮助众生，消弭苦难啊！啊，我们一般讲化解苦难，这是悲呀，让一切众生得到欢乐，这是死啊！啊，欢乐不在外，欢乐在内心。那是真的，外面是假的。论语头一句，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那是利乐是此。这真正快乐在哪里？学我是乐啊，觉悟的人转烦恼为菩提，你说这多快乐啊！一般众生苦啊，烦恼是苦啊，啊，为什么烦恼？迷了就烦恼，悟了了，悟了就乐了，啊，悟了烦恼就没有了，所以烦恼轻，菩提长啊，这才叫慈悲。帮助别人断烦恼长智慧，这个叫慈悲啊！佛菩萨对一切众生的施舍，这是列入第一个项目啊，第一个目标。次一级半啊，这就是第三首下半跟第四首啊，大智上功啊！啊，因为这个经文里面我们把它念一遍，注意印象深一点，受持正法修住智啊，正菩提故而发心，身心性解常清净，恭敬尊重一切佛，于法即生亦如是，至诚供养而发心。所以这有至诚供养啊，有受持正法啊，修住智啊，是大智啊，大智上供啊，啊，这个尊重一切佛了，啊，这个于法即生啊，这一切佛跟诸位都说过了，啊，一切佛是什么？一切众生的发心是一切佛，一切众生的发身是一切佛，人人都有啊，一个也没有少掉啊，啊，解法，法是教学，圣贤的教学，身是正在这里修学的这些人啊，他们这些人在从这个教学当中明白过来了，断一切恶，修一切善呐、啊！啊，在这个地方做转烦恼成菩提的工作啊，他在学习，在搞这个啊。那么我们今天是至诚供养。这叫大智上空，上二不二为真发心。啊，前面讲的背因下救沿途供佛，这一边所说的大智上空，这是一不是二，
这叫真法喜啊。所以诸位一定要知道，这个经讲到华严是讲到究竟圆满了，究竟圆满里头绝对没有对立。那么我们学佛，你为什么入不了境界？你处处跟人有对立的念头，所以和谐得不到啊。这个和谐首先是自己的身心调和啊，外面呢眼耳鼻舌身，里面五脏六腑调和啊，和谐先从这里搞起啊。怎样才能达到和谐呢？就内心里头跟一切人没有对立，跟一切事没有对立，跟一切无，无是天地万物啊。我们通常讲啊，畜生恶鬼地狱通通没有对立，这你自己内在呀调和了，内在和啊，然后才能和外面啊，和外面境界啊。里面有对立，这个我喜欢，那个讨厌，这个和从哪来啊？所以今天的世界，世界有没有事？没事啊。那这个冲突到底发生哪里呢？发生在什么地方呢？给主说，发生在大家面子放不下。你看冲突的族群，冲突的宗教，冲突的国家啊，如果我们有缘见见面，让大家的时候把面子稍微放下一点，问题马上解决了。面子是假的，不是真的啊。面子是什么呢？就是执着，就是分别执着啊。造这么重的罪业啊，你造作的这个罪业的时候，都要负因果责任的，因缘果报啊，丝毫不爽啊！啊，所以这个身心教育重要了。啊，你懂得伦理的教育，啊，伦理教育讲到极处，就是宇宙是一体。啊，伦理讲到极处啊，啊，从父子有亲起断，讲到最后是整个宇宙身体一家人啊。啊，讲一家还不贴切，真的是一体啊。这个道理太深了，华严里面讲到尽头了啊。道德就是我们跟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相处的一个规范啊。这个规范不是哪个人发明的，不是哪个人创造的，是自然的啊，完全是大自然的法则。谐和啊，和睦啊，和谐啊，这是圣贤的教诲啊。这是道德啊，因果就是你晓得这些关系啊，善因善果，恶因恶报啊。因果在哪里呢？因果在十法界，特别是在六道啊。那为什么不讲华藏世界，不讲极乐世界？那你没得讲，那已经一体了啊。
所以可以思维的，可以说明的设法界以下，设法界以上开口便错，动念皆怪。他也提啊，心是法性，身是法身，变法界虚空界是自己呀、啊！啊，这种之乐没有法子形容啊！岂如这，岂如这个境界？这是大乘法一乘教的教学终极的目标啊！所以你要晓得不二，那就是真的发现啊，二，注意想想，就是对立，有我，有你，对立，二了。一呢，你我是一，不是二。这个理很深呐、啊。啊，昨天我收到一个讯息，伦敦大学传来的啊，希望我跟他们讲谈谈佛教哲学，这华严哲学啊，包罗万象啊，就是不二这一条就真实智慧啊，啊，人真正其如不二了，什么冲突都没有啊！所有冲突都从二、从对立里面产生的啊！做到不二的时候，冲突没有了，矛盾没有了，对立没有了啊，得大自在。成大智慧呀、啊！后集总结，总结诚信啊，尽心因行。其中对上呢，有四因四缘可以依得啊，有四种因，四种缘。这一说就是身心与佛皆佛法，一心佛子所行道啊，即性无上大菩提，菩萨一时初发心啊。这个一说句子太好了，里面的义理无有穷尽了 啊。那我们看看清凉大师给我们说的四种因啊，那么这属于佛学常识啊。我们看超文，身心心结，即身心诸佛，即佛法啊。那么这就是第一种啊，第一种。信居足印啊，信是自信，换一句话说，是你真心本性里头本来居足的，不是从外来的啊。现在为什么没有了呢？你迷失了自信啊！我们中国人古圣先贤知道，所以你看看《三字经》里头第一句话：“人之初，性本善。”
这本性呢、啊。啊，迷失了自信啊，才学会一些不善。不善不是本性，不善是什么？叫习性，啊，习惯、习性。啊，我们的本性，佛说了，就叫佛性，啊，或者叫法性。佛性跟法性是一个性，啊，一切众生个个具足啊。佛看众生，是看一切众生是看佛性，啊，所以一切众生个个都是佛，啊，只是现在是迷惑颠倒的佛，啊，好像一个人喝醉了发酒疯，啊，这个人是我叫醉人。喝醉酒的罪人，啊，他是人，啊，等他正常的时候，啊，就没有这些错误的行为了，啊，让他恢复正常啊，啊，佛看十法界的众生，看六道众生，看三途众生，啊，通通喝酒喝醉了。你不能不承认他是人啊！啊，在佛说，佛承认他们都是佛，没有一个不是佛。啊，佛这个字是梵语音译过来的，它的意思就是完全觉悟的。啊，所以佛这个字用中国意思来讲，就是大智大觉。啊，大智大觉，每个人都有。只要你把你的障碍呀、啊、去掉，就是这障碍有三大类：妄想、分别、执着。这三大类的障碍统统去掉了，你就是佛。如果你还有妄想啊、分别、执着，你去掉了，你叫菩萨。菩萨还带着有妄想，那这个没去掉。如果你是有妄想、有分别、没有执着了，那叫阿罗汉。啊，如果三个都有，妄想、分别、执着都有，你是六道凡夫。学佛同学，这个一定要搞清楚啊！谁？佛是谁呀、啊？自己。菩萨是谁呀、啊？还是自己？阿罗汉还是自己？啊！所以我们的学习没有别的，就是把执着除掉，放下，那你就证阿罗汉了；再把分别也放下，你就成菩萨了；最后把妄想也舍掉，你就成佛了。这就是我们学习修行三个层次啊，一步一步往上升啊，啊，这是真的，其他全是假的啊。所以啊，这个讲到上二不二啊，这个就是第一种心居所言啊，是你自信的本来就做的啊，没有这个，那佛菩萨全没有了。所以佛菩萨的因啊，阿罗汉的因，我们统统都有啊。啊，再跟你说，六道的因、恶鬼地狱的因，本性里都没有，本性里头只有善的。给你讲，只有阿罗汉、菩萨、佛的因。你说天人的因，啊，是阿修罗的因，人的因，啊，恶鬼、畜生、地狱的因，统统没有。啊，那是假的，那不是真的。
所以永嘉大师讲得好啊，梦里明明有六趣，最后空空无大千。啊，那是习性，那不是自性，不是本性。啊，马明菩萨讲得好啊，本觉本有啊，不觉本无啊，设法界是不觉本来无啊。啊，一真法界那是心虚的本来有啊，本来有的当然可以证得，啊，我们讲恢复。本来没有的当然可以断掉，增长我们的信心呢。啊，这真实学问啊，世间什么全是假的，都不是真的，只有这是真的啊，一切众生通通具足啊。那么再看这个第二句，恭敬尊重一切佛，即第二啊，这是第二个因。第二什么因呢？乃佛菩萨摄受也。我们先说这一句，恭敬尊重非常重要，你只要有这四个字，那就恭喜你，你这一生会遇到很好的老师。那老师欢喜叫你啊！我跟同学们说过啊，我年轻的时候啊，既贫又贱啊，贫是没有财富啊，见什么有地位啊，啊1949年我到台湾，一个人在台湾一个亲人都没有啊，啊也没有朋友啊，一个人去的啊，生活是非常困难，收入微薄，足够糊口而已。啊，一点点多余的都没有，没有地位。啊，抗战期间，我失学3年，逃难了，天天逃难。啊，所以我的学校教育只念到初中毕业，啊，高中念了半年，以后就再没有机会读书了。啊，欢喜读书，很想读书。啊，那么在那个时候不工作就活不下去，所以必须要去打工。读书怎么办？只能利用工作之余啊，那最好的时间就是星期天，星期天放假，不要去上去工作啊，所以非常想。在那个时候，一般大学里头有夜间部，有夜校，想去旁听的。啊，那个时候对哲学很有兴趣。啊，那么在台湾哲学界里面最有名的方东美先生，啊，打听方先生是桐城人，那我们的同乡，我给他写一封信。啊，我自己写一篇文章送给他看。啊，所以说恭敬、尊重。啊，我写的信是毛笔，公开。啊，
端端正正的，没有一个字是潦草的。啊，毛笔写给他的，一个星期他回我一封信，到他家里签名。啊，他就收了我这个学生了。啊，什么原因呢？恭敬尊重。一个真正有学问的人，有道德的人，他一生最大的愿望是有传人。我们佛家讲传法了，啊，儒家讲传道啊，他的道学要有继承人呐。什么人有资格继承呢？就是恭敬尊重。啊，印光大师在文钞常讲啊，一分沉浸得一分利益了，你有十分沉浸呢，你就有十分利益。你学他的东西，你就能得到他的十分。啊，所以我们一见面，啊，他问我的这些学历，我就告诉他，他不相信，他摇头，他说你有没有骗我？我说没有，我诚诚恳恳。啊，来看老师。啊，他说了一句话，他说你写的信，你写的文章，我们台湾大学这学期的学生写不出来。他不相信我是初中毕业的，啊，能写出这文章。我跟老师说，抗战失学三年，啊，我喜欢读书。学校正式课程我没有，但是我读了很多书。啊，所以想到学校旁听老师的课程。啊，老师当时就直截了当告诉我，就是现在的学校，先生不像先生，学生不像学生。他说你要到学校去听课，你会大失所望。他说话很严肃。这几句话一说，我听得很难过，老师拒绝了。啊，当然我的表情他就能看得出来。啊，很难过，很伤心。最后老师说，这样好了，你每个星期天到我家里来，我给你上两个小时课。这个求之不得了。因为我空余的时间只有星期天了，这个机会就太难得了，做梦想不到的。啊，凭什么？恭敬尊重。啊，从哲学里面介绍我佛学，啊，他给我讲。等于讲一个整部的哲学概论，从西洋哲学到中国哲学，最后讲到印度哲学，最后一个单元佛经哲学。这个我才知道，佛经是世界上哲学里的最高峰啊！方先生给我介绍啊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我这才明了，以前把佛看作迷信，啊，不愿意接触，啊，这个才明白了，啊，明白之后呢，我就找一个学佛的专家了，张家大师，啊，跟张家大师一见面，跟方先生一样，就约定了。每个星期天两个小时，啊，跟张家大师三年，我的佛学基础，张家大师奠定的，啊，凭什么？啊，跟大师三年一分钱的供养都没有，跟方老师上那么多时间的课程，对方老师一分钱供养没有。
为什么？恭敬尊重。那人家看这个年轻人有这样好学、这样的真诚心，他爱护我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这个就已经有可以传法的基本条件，他就有。如果教导他的东西，他能理解，他能领悟，他能够落实，肯定人传法啊，他的东西得到了啊，他的学术就可以代代传下去啊。中国古人常讲啊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了啊。这个学者的时候最重要就是后，就是有传人，不是他的儿孙多啊，儿孙多没有传人，那个等于零啊。啊，要有传人，传道的人，传法的人啊，在一个家庭也有传家业的人，这个是古人非常重视的，都是从恭敬尊重当中来的。啊，我一直到是到老师晚年，我在佛教里面有一点成就了，啊，供养多了，信徒多了，我才照顾老师啊。张家大师过世的早啊，啊，方东梅先生的晚年我照顾，尤其方老师过世之后啊，方师母我照顾他很多年，报恩呢。所以这一条你会，这里讲赖佛菩萨，我们今天讲你会得到善知识的摄受啊，就是人家愿意教你啊，真心真意的教你，就看你愿不愿意学了啊。所以没有真诚恭敬，你想去求一个老师，老师不是有神通啊，老师就是看你有没有诚意，有没有恭敬。没有诚意，没有恭敬，他就敷衍你几句算了。为什么呢？对你认真教学你不能接受啊。是印祖讲的话，也是古圣先贤的真传啊，一分诚敬得一分利益，二分诚敬得二分利益。你如果真的能有个八分九分的诚敬，他就把你看作传人。一定会全心全力的来教你。如果教你的时候你能够接受，能理解又能落实，他就会抓住不放了。啊，我们现在找不到老师，找不到老师是你没有真诚恭敬心。啊，嘴里说的跟心里想的是两回事。啊，你骗不了善知识啊！善知识一看，点点头，好吧，你就随着大众一起学吧。啊，如果我们没有这种真诚恭敬，放心，顶多说啊，我什么时候上课，你在学校听好了，这就敷衍了。啊，这个是我自己亲身啊遇到的这三个老师啊，这三个老师的摄受啊，原因就是这一句
恭敬尊重。那现在我们再看第三句啊，以恭敬故，但为永灭众生苦啊。这第三个因，多起悲心啊，这个也很重要啊，就是说你真正有慈悲心啊，你的学业道业有成就，一定会帮助社会，一定会帮助苦难众生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真正的善知识如果舍你而不教啊，他有罪呀！啊，遇到真正的人能够传法，你不传给他，你有罪过。啊，那个不能承传的，你传，你要是诚心诚意转给他，传给他，你的精神、你的时间全部浪费了。为什么学生讲的做不到啊？他学多了以后，他搞他的名闻利养，他没有想到社会安全，他也没有想到众生的疾苦。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善知识不是没有。我们有没有具备传法传道的这个条件？条件是什么呢？我说到这个地方，同学们你们应该知道啊，恭敬尊重怎么个表现出来的？《弟子规》呀，啊，这个事情要从小学啊。啊，我这一点，父母教的，啊，小时候老师教的，私塾老师教的。啊，从小养成了尊重别人的一个习惯，啊，尊师重道。我跟同学们报告多次，啊，第一次上学印象最深，一生都忘不了啊。啊，在我的家乡，王氏宗祠，啊，王家跟我们有亲戚关系。啊，我的姑母嫁给他们，王家。啊，四叔呢就设在他们祠堂。啊，我记得应该是在六七岁的时候，啊，上四叔。啊，我父亲带着我，啊，带来些礼物，那礼物我都记不清楚了。是带了有礼物啊，供养老师啊，礼堂呢就是祠堂的大殿啊，当中供一个大牌位啊。我在没有上学之前，我父亲教我识字，大概已经认识好几百个字了啊，所以上面写的我都认识啊。大臣至圣先师孔子之神位啊，很大的牌位啊，像孔子的这个牌位呀，行三跪九叩首的礼，清朝的礼节啊。我父亲在前面，我在后面跟着拜孔老子，拜完之后请老师上座，老师坐在孔子牌位的下面。我父亲带着我向老师行三跪九叩首的礼，然后把供养东西送上，
这拜老师的礼节。你想想看，我父亲对老师三跪九叩首，我们做学生的人敢不听话吗？啊，以后我们学了佛，懂得了这什么？父亲跟老师演戏表演这个给我们看，让我们一生不能忘记尊师重道。啊，所以我一生真的，凡是遇到做老师、从事于教育工作的，我都非常恭敬。啊，童年的教学，你一生不会忘记啊！啊，那么今天落实就是《弟子规》。啊，所以这些教学的老师看到这样的学生，懂礼貌、懂规矩，就特别喜欢。啊，他会主动来教你。啊，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休息几分钟。